你们不都艾特我仿这张图吗？然后为了这张图，我等道具就等了3天，今天终于到货了。怎么说呢？拿来吧你！粗鲁。那齐君王啊，满皇上那会儿睡了整个当朝，今天他气强长气弱。抖音。这两天这个国潮仿妆不是很火吗？我等这个耳环真的等了好久，结果收到后，这也太小了吧！只能借一下五阿的麻将了，拿来吧你。金钱看齐，墙上写着秦香莲的32岁了，撞个当朝；驸马郎的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会20岁了，撞个当朝。金钱看齐，墙上写着秦香莲的30。抖音。真的不是我想赶末班车出国超千禧仿妆，实在是我没有想到，即使我有现成的眼镜、现成的麻将，囤了这么多发箍，我却依旧没有圆的发箍。为了赶你们的艾特，我只能把我的狼耳朵的尖尖剪掉了，并染了个。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狼的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会儿睡了撞个当朝，今天他起枪长起桌，秦香莲的30。抖音。我不管了，没条件创造条件，我要给你们出国潮清洗仿妆，有史以来艾特最多的一次，自己手工做了一个红中，再来矫正一下肤色。那底妆就用这个卡姿兰的小奶猫粉底液，小奶猫是适合干皮的，你看它的流动性，把它还有一个小夜猫是适合油皮的，那粉质也很细腻，均匀的铺在脸上，再用这种湿水的粉扑把它铺开。它的遮瑕力是属于中等，妆感是属于水润细腻那一挂的，没有开任何磨皮、美颜滤镜，脸上的一些小细节，包括皮肤的纹理都能看得很清楚，基本上没有粉感，而且很服帖。把这边脸上一下，它眉毛是被刘海给挡着了，所以它这个眉形咱就随便画一个吧。它眼妆就是以粉色系为主的，先用这个颜色打底，这个颜色晕染可以稍微的大一点，再用这个颜色加深。它的眼妆是很浓郁的，所以下手可以稍微重一点。再用一个最深的颜色，主要加深在眼尾。再来加上卧蚕，它的眼线有点像全包型的，睫毛贴完以后，你这样往上怼一怼，就变得很翘，鼻头也打点腮红。抖音，听说最近国潮仿妆很火，我也来试试。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会儿睡了，撞个当朝，今天他起枪长起桌。抖音。看到这个，你们就知道我今天要仿什么妆了吧？而且刚刚直播的时候呢，大家也看了过程，所以呢，话就不多说了，直接上成品吧。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会儿睡了，撞个当朝，今天他起枪长起桌，秦香莲的30。抖音。师们好，我来交作业了，终于交作业了，真无语，能做大点吗？我本来就头大。最近不是搞了好多遮瑕吗？这个头是我最喜欢的，我感觉它特别卫生，很少很少的量就够了，一定要调整一下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清透的那种感觉。浓妆底妆一定要干净，打个红底。这个画卧蚕的方法是我跟另外一个博主学的，特别好用，就是你把卧蚕那一部分先空出来打周围，用剩下的这点画一个阶段。你看我就是这个没有加速，画完了以后它会有点扁扁的。刷子的方向，这个刷子就边画你边转动，它画出来那个线条就会是圆弧的。他没有什么博主说过这个，但是我自己试下来觉得这个小技巧特别好用。分阶段上方，本艳妆的灵魂。如果喜欢更利索的妆效，就可以清理一下眼周，如果喜欢温柔一点的就不用了。然后一定要在半干的时候上眼，我今天着急了，第一次就搞失败了。校准的画法快码住，唇峰也要搞成尖的，看到没有，这里变。抖音。好久没给美妆博主留作业了，快艾特你喜欢的美妆博主来做作业。今天看齐枪长写着秦香莲的32岁了，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会20岁了，撞个当朝，今天看齐枪长写着。抖音。当当当当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我要拍什么了吧。嗯，还不错哎。红中红红中，当然不是，是要拍这张图啦。狼的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会儿睡了，撞个当朝，今天他起枪长起桌，秦香莲的30。抖音。
上次那个千禧仿妆已经把我累虚了，这还没歇住脚嘞，又给我派作业了。为了照顾新粉，也为了证明我宠老婆，那今天咱再来一期吧。别的主是出门撒欢，去这儿旅游，去那儿旅游，而我要在家里做作业干活，没招啊，谁让我宠粉呢？哎呀，画眼睑下至的时候不能说话啊，跳过了啊。大致画成这样了，我去粘假睫毛了啊，这次争取不让它粘到眼子的上，嘴好瓢啊。哎呦，真的仿妆太难了，求放过。好了吧，我这个眼搞了一个小时啊，我已经累翻了，快说话没劲儿了，我去搞另一个了。我画好了宝，美瞳也戴上了，就是这个花咋整啊？你们这不是搞我？这个花我是不中啊，要不 P 图吧？你看这儿还有两段红的嘞，这儿还有一颗痣，我的乖乖。好了，加点高光就可以去拍照了。别忘了咱的 slogan， 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画最美的妆，带大家一起变美的，干货满满。好了，以后留作业轻点啊，那个留跟我发型一样的，保证仿的有模有样。看我这刘海咋办呀？这得了，我只能仿他的妆，不能仿他的头发了。我来了，不要眨眼哦。抖音。昨天看到很多人艾特我这张画，好久没有这么多人让我出仿妆了，吓得我连夜就做了麻将出来，看个效果。爱你们呀，嗯嘛。吃完了满皇上的回儿，睡了整个当朝，金钱大气枪长气弱，金项链的三十二岁。抖音，你们都艾特我让我仿这个，你们是不是没看视频？人家说的是艾特你们喜欢的美妆博主，我一个美食博主，你们艾特我干啥？我有预感，我又要被喷了，试试吧。把螺蛳粉的纸壳子裁下来，扇子 get， 再来块泡沫麻将 get， 上成片。红花郎的七只王啊，满皇上的回儿，睡了整个当朝，金钱大气枪长气弱。我错了，求轻喷，求轻喷。抖音，一睡醒收到了一堆 at， 让我仿这个国潮千禧仿妆。大哥们，我是个 DJ， 你们不会真把我当美妆博主了吧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来破个例仿一次。满皇上的回儿，睡了整个当朝，金钱大气枪长气弱。抖音。